教育的好坏呢，好像镜子完全不同的两面。2月20号，湖北武汉的王奶奶洗完澡之后，发现门锁坏了，被困在洗手间出不来。这个时候啊，仅有3岁的小孙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是到哪个位置？啊，那个50楼。50楼是当然屋，你要的。嗯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有人在屋里吗？是你打的电话。怎么了？不能打开了。征求同意后，民警将门强行推开，救出了被困的王奶奶。天天在这里，哎呦，还是三千多嘛，是心慌啊。王奶奶介绍，由于儿子儿媳上班地点较远，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，于是让孙子报警求助。哎呦，我的手机，我让你报警好不好？我报警，你晓得打不打？我晓得打我的110头的。